为什么你为什么老是把空气全都习惯了？爱读我，你还读我，在你面前呼吸急促，需要叫你住在海滩上的那乌克丽丽。别站到你的发廊的标，一别再不吃东西。你收到不行，没有什么风格，它仅仅代表着我想给你快乐。走吧，我们去巴黎铁塔，我们去布拉格桥下。